好，814，走走走 ，go go go go。你不行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感觉恐惧会吞噬你。我回来消灭。我有我，我不想有了，救回一座自治联盟设施了。啊，真不敢相信我们还活着。啊，我们会留下一些医护兵协助你们。我不想让死去，遇到了我们的职责永无止境。我从战于国，我们荣耀是不朽的。荣耀是我们的，我们将永远消灭，我回来消灭。为了祖国，我敢去挥刀。敌人正在接近，我们将永远用我挥刀杀了，有我们的职责。我应该用那个定的，我应该用定的。我这样子我刚没定，我等下能量就爆了。指挥官，我们的部队准备好了，自治联盟开始进攻莫比斯部队，击溃他们的防线了。趁现在盖一些碉堡吧。哦哟，我闻到了马纳凯。我们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回来消灭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莫比斯部队打算攻击我们的星河，准备迎战。万物都要臣服，否则永远灭亡。我从善如流。哎！流，我。靠！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回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容我，我们的奥数，我有奥数，我们的职责永无止境。我回来效力。我们的职责永无止境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们将以胜利袭击。我们不伤用，我们将永远消灭。我们的枪炮将会欢唱。金钥匙发出强大的能量。哎，这重甲，它可能很快又要启动了。不就是打这个？打这个混元体有加成。我感觉不够了，我有我的奥数。荣耀是无限的。我靠！我靠！你跟我开玩笑吗？我对他没有用。哇！大吃一惊。我们的奥数，我敢。你没有。我们将永远消灭。不是他连缓速都没缓嘞。
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感觉到你的存在。可恶，刚才头痛的真厉害。亚坦尼斯，谢谢你帮忙。谢谢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哇，这有点尴尬哎。我们将有梦，我感觉有用。这也太痛了吧。自治联盟太空工程车在这里建立防御工事。我回来笑。干这个这是怎样？哎，别再追喽！我回来效力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遵照我们的职责用。你必须见到我回来效力。这怎么补血？这可以补血啊！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他有东西可以帮我补血吗？也没有吧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说他会修我的太空工程车，你不要被我骗哦！我走过去他会修吗？你确定？我感觉到你的存在。金钥匙发出强大的能量，它可能很快又要启动了。存在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敌人正在接近。我们永远不到沙拉斯界。我要粉碎你的心智。你必须建造更多。油药是无效的，我感觉到你的存在。这是。我们将永远保守。我走在暗影的道路上。说哎，这个敌人正在接近。对面体的攻势停止了，我们可以继续前进。你必须管。我们将永远消在暗影的道路。其实最主要是要把他建筑生兵建筑打掉啊，这样他等等就不会有。兵生出来，我靠，怎么都女妖？还好有你的支援。我们将永远消灭。我感觉到你的存在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走在暗影的道路上。我感觉到你的存在。我正在接近。不错啊！看这女妖。
不应该选暂停的，这段暂停超烂的。但女妖我用那个雅顿之矛的那个炸一炸就没事。几乎死光了，只剩几艘医疗艇，我会派他们去支援大地的部队。医疗艇，大地是雷诺吗？不是吧？还是那个叫什么维勒安大地是？侦测到能量突然暴增，我预测星耀石很快又要发出震波了。好吧，上不去。陆战队向前推进。等那个等幽能一结束，插杀进去。我来了，在万物终将臣服。我不敢消兵。爆开！你的朋友正在进行战斗。这好像爆开！走，回家回家。我来了，干好像干雷诺要爆开嘞！我，你的朋友正在进行战斗。我回来效命，让敌人尝。我靠，这一波好强哦！该死，真是有够难受的，该解决他们了。看这一波好强哦！靠呀，我怎么有一群人在后面靠靠啊？雷诺的工作室都一直负责爆开而已啊。跟我开玩笑吗？这超强了吗？谁说你的？我们还因你或许我你许配。我们还因你。我走在暗影的道路上。我回来消灭。我爸，谁说你的？白痴，这有点强哎，这个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走在暗影的道路。白痴，这是有点强哎、欸，这个。你没有足够、啊。这兵超强的哎、欸。你回来消灭冰冷的。
又要发出震波了。震波持续期间，人类会处于瘫痪状态。瘫痪状态。敌人尝尝我们的恶毒。你没有胆量。经过场一直靠近。我这边干进来了。经过。我回来消灭的希望是虚假的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我们盟友基地正遭到围攻的。啊，我知道，刚那一波那么强，应该是我让他累积起来的，就是他有两，可能有两波。两波混元体合在一起。你没有足够的技能，高能瓦斯永远已经凝结。是超强的好吗？停止攻击了，我们要继续前进，夺回星耀石。我回来，夺回旧耀石，永不屈服。我走在暗影的道路。啊！我真是受够了，让他们尝尝苦头吧。做得好，这一区清空了，我会开始建立防线。这我记得是大和的。我们将勇夺。谢谢你帮忙，我们剩下的科学研究船往前线支援了。维勒安大帝，我们已经救回了所有的士士。大主教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忘了这份恩情。哦，我来了，在阴影。大额的是斩杀敌人，对，当没看到啊，那个大额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金矿场已经耗尽了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斩杀敌人，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我们的移动是看不见的。报告，换家喽！我是金矿场的金矿。那个换家换一换算了。我们逼退了莫比斯部队。混元定不住啊，所以我说我选错技能啊，我应该选那个用炸的，这样混元体还可以把它炸到半血。看看这里，就算虫族也不会把城市破坏成这样。他连缓都没缓呢，超烂，不能缓不能定，大概跟雷兽一样吧。我失去没疑哦，怎么不说？为什么不跟我讲失去没有疑？有缓吗？
可能不明显。哇，他摸他的妮妮。知道他的故事，他们每个人的故事，他们没有人料到这样的结局。四面八方传来报告，星球沦陷，前哨站被摧毁，弟兄死伤无数，都是战士。王是所有战士的命运，或许很快就轮到我们了。命运并不是注定的，在我看来，如果泽拉图相信你可以力挽狂澜，那这场仗只是开端。像这种时候，人类会跟朋友握手，对吧？然后用中指扣人家的手心，这样。给他们好看。摧毁80个被幽能症所影响的敌，哦，摧毁145个。不然魔友失去操作5个建筑物，我操作过10个，那也还好啊，没有差很多。哇，这高画质真的超帅的。真相，我感受到他的愤怒，看见了真相。如果你拒绝切断和卡拉的联系，那我只好隔离你，关在静止舱里。我会尽我所能守护卡拉，就算因此受到囚禁，也在所不惜。他被关在里面，
如果真的被亚蒙干那个控制了，亚蒙应该也出得来吧？亚蒙有那么废吗？大主教，你看，这个物质会自行再生，难怪人类的研究会认为它来自近期的纪元。据我估计，它至少有数十亿年之久，甚至更古老。泽拉图的预言说，这个星耀石会指引我们找到希望。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？对，指引我们，它其实是一组等待破解的密码。星耀石虽然能操控能量，但那应该不是它的主要功能。我认为这里面储存了它的起源地点。起源地点？没错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解开它的秘密，带领我们找到萨尔纳加。凯拉克，加倍努力，我们时间不多了。加倍努力，凯拉克。我突然觉得轨道炮击比较强哎，我是选错东西啦，我选这个好不好？哎，我没有其他可以选哎，知道吗？日炎射线，600滴。接下来是什么？药船援军。我应该选这个吧，然后不是点一点吧？这个是射三条线欸，这比较强。好，我曾经放弃一切，只为学习与是否卡拉。即使是现在，我也绝对不会背弃我的誓言。哦，所以他曾经放弃一切，为了要效忠他头上那一根卡拉的。大主教，我们可以把突击机械编入部队了。不久者吗？我回来效命。这个是可以让不朽者吸收护盾的吸收量加100%。那是吧？Adorn Toridas。这是不朽者可以对空。啊，射飞糖，超级强这个。好，我要选不朽者。我把我闪追换一下，好，玩龙骑士，好，感觉比较可爱。我回来了。歼灭者，龙骑士，白夫长。我们是暗影护卫。对攻超强的哦。你好啊，神族的陛下。天哪，这太奇怪了，我从来没跟神族说过话。我从你的指挥官身上学到一件事，那就是你我没什么不同。罗莉死亡，罗莉死亡，说吧。还是罗莉啊。对了，那个神器星耀什么石的交给你们了，我们正在把所有资料传给你们的工程师。谢谢你，请代为向指挥官雷诺转达我的谢意。嘿，老哥，没问题。老哥，老哥，哎，老哥，没问题，老哥。哎，照顺序的话，第二关是什么？我记得我有复制。你贴这个没有用啊，你要贴行星啊。克哈夏库，再来是夏库拉斯的。好，泽拉图，老朋友，我拿到星耀石了，你相信他会引领我们获得救赎？然而单靠信念无法击败亚蒙。夏库拉斯的尼拉辛姆会依循传统断绝与卡拉的连接，因此目前还保有自由意志的神族只剩下他们了。我必须比亚蒙的部队早一步抵达。哦，因为他如果他要去，因为夏库拉斯的神族都还有卡拉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他们
他们被感染之前，把他们卡拉全部切断，这样子就拯救他们。啊，上厕所，休息一下。他就要变成克吸毒的猫咪吗？
是吧？你们说的吧。有啊，今天要播 GS 啊，十二点要到，十一点就要起来了。三四点是吧？哇，好晚了。然后那个 ASO 快开打，9月10号开始 ASO， 是十号吗？我记得是礼拜二、礼拜天，所以八号吧。十号还八号，反正之后有星海一的比赛会播，一样在 FA 卡。差不多吧，要休息了吗？你刚睡醒哦，电灯泡。哎呦，那你现在应该是发光发热，对不对 ？ASO 竞争力强吗？很强 ，ASO 在韩国完全不输给星海二，超强。哦，对啊，本香精，感谢你今天500块哦，谢谢你。那个你知道吗？我那个北部聚会在那个这一次在那个什么桃园嘛，对。然后本香精我就问他说他是谁，因为那时候本香精第一次去，他就说我是本香精，然后说本香精哪位啊？你的英文 ID 是什么？他就说 Hart 22 No One 哦，那我就知道这个 ID 我就比较有印象了，本香精反而不熟，他那时候好像刚改那个中文 ID。谢谢，哇 SSQ 感谢 host，SSQ 今天比较早睡，他应该吃错药了。或者是 SQ 可能生病还没有好，所以比较早关台，应该是吃错药，我觉得应该吃错药比较可能。欸，话说那个金字塔那关快到了吗？你们知道吗？金字塔那关是快到了，是在第三章是不是？我在想，我要继续打。我如果不继续打的话，我应该不会马上睡，因为我睡不着。我可能就准备那个今天晚上的那个太空战士，最终幻想，不好意思，最终幻想。然后也可以培养一下睡意，知道吗？星海一的比赛退决实况嘛。如果是 ASO 应该不会，因为他是艾菲卡那边买版权，那台湾这边没有要播。我们要证明是最终幻想，不能说是太空战士，不一样。他以前是叫太空战士，但是他以前的翻译，那现在的那个应该是版权还是干嘛吧？反正他现在已经回归到不知道什么，反正就是他现在就是要说是最终幻想才是。现在翻译《太空战士》是以前的翻译，对啊，《Final Fantasy》啊，《最终幻想》啊，我不确定是版权问题，反正要讲成是《最终幻想》。你不睡，我要睡了，是啊，晚安，罗克风，晚安。今天晚上12点啊，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到。啊，我今天晚上开台大概会在。8点多吧，应该8点多。我下午大概4点会到家，然后我先开那个，我先开那个
最终幻想的练习，我先练习一下，然后到大概七八点的时候开始打剧情，然后十二点的时候大家来捧场一下，好不好？捧场一下，多说好话，好不好？多说好话，对，帮忙下载一下游戏，我们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来讨论，讨论热烈一点。然后等到晚上的那个 要播一个小时啊，我大概播一个小时出头吧，一个小时十分钟、二十分钟吧，那我们再回来继续打剧情哦。好话、哦，比如说像是来，那个是 Steam 的游戏。哎，像这样，来来，我来给你们一个标准版本。这游戏好神，客观这样。这样算好话吗？这游戏获胜，我一年前，我这游戏玩两年了。这游戏好玩，我玩过最好玩的游戏，反正就是讨论热烈一点啦、啊，然后我是希望你们真的有下载，然后我们一起玩这游戏。对，那如果说你们觉得好玩的话，因为如果说这一次的合作那个厂商他们觉得很满意的话，那我们可能会有长期合作。那有长期合作的话，那可能我就会一直玩这个游戏。对，那我们到时候你们就可以跟我一起玩。只是那个游戏好像不能创工会的样子，我不确定，不知道我们工会，我还没有玩到那个地方，还没有玩到能不能创工会那边。但他画面真的是蛮不错的。但是这游戏蛮难的。说实在，新手要碰它真的是有难度。所以我明天那个播完比赛回来的时候，我下午的时候就要赶快把能够新手应该知道的东西把它看完。就是把我要吸收起来，然后晚上跟你们说怎么玩这游戏。对吧？没有工会的。那个、啊、MFF 啊，那个Mobius Final Fantasy， 这游戏要强很花钱，不会，但是很干。他要打素材，一直打素材强化，干不干？那个花不花钱？我觉得看运气啦。但是他蛮干的。还要打吗？再打一场吧，差不多。锁一天而已啊！叫夏库拉斯遭到入侵，无数的同胞丧生。等一下，我们收到一段通讯。众神保佑，亚泰尼斯，你还活着。大族长弗拉森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夏库拉斯沦陷了，连接艾尔和这个星球的空间不是最重要的，是那个这个。无数的会员体跟虫族从另一边涌来，他们夷平了城市，暗影护卫也几乎全灭。我们正在想办法撤离幸存者，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撑到让所有的人都安全撤退。大族长。我们会替你争取时间，圣堂武士马上就到。哦，我的人在追踪你们偷袭艾尔的时候失去音讯，接着空间之门就开启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亚蒙透过卡拉控制所有圣堂武士，我感受到他的怒火撕裂我，而我完全无法抵抗。泽拉图赶来找我。就在那里，
他怎么了？他试图救我，甚至不惜牺牲性命。他因为我而死。是亚蒙杀了他，不是你。泽拉图曾经警告过我，但我没有采取行动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会失去他，整个星海也为之暗淡。大族长，就算是亚蒙造成的，这依然是我的责任，我难辞其咎。这些王都按过了，哎，还有新对吗？一直以来，这个可悲而渺小的星球，就在我们舰队可以轻易攻击的距离。守护者，时代已经不一样了。你先是跟那些人类往来，现在又跟这些堕落者厮混，这是离经叛道的行为，你不会不晓得。黑暗圣堂武士现在是我们的盟友。神族曾经分崩离析，在冲突纪元中，我们骨肉相残，彼此厮杀。唯一能结束这场混乱，并且团结所有同胞的方法，就是卡拉。但是黑暗圣堂武士拒绝了这份光芒，他们摒弃了神族的身份，你怎么能为他们而战？洛哈娜，作为一个守护历史的人，你怎么能对这个转变视若无睹呢？我冒犯你了，大主教，很抱歉，我还很难适应这个年代。太阳炉，你好，我在找出主要的人口聚集地，准备进行撤离。虫族数量远远超过神族，存活下来的同胞大多集中在塔勒麦卓。那些留下来的人里头，一定有你认识的尼拉西姆相位工匠吧？大主教，我在电机工程所当中扫描不到任何神族的生命迹象。那他们的命运已走到终点，也或许他们奋力抵抗，现在安全了。黑暗圣堂武士并不依循我们的阶级制度，他们有些相位工匠受过作战训练，跟我们的战士一样强悍。那他们的确拥有我所不知道的优势。话说回来，我们的族人非常不同。当然了，大主教。好 ，Go Go， 行星阵列。虫族感染了整个塔勒麦卓，我们的撤离行动岌岌可危。大主教，我们急需你的援助。好，这关是最后一个虚空破坏咒，净空所有的神族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位低于2000的完成亚蒙的爪牙，其实都没有很难了、啊，蛮难的是那个大师成就，侦测到虫族感染。用极限化打天地会卡吗？应该不会吧，但是用极限化只打天地没有比较好啊，它并不会比较好。你要躺这边，手就不要放上来，好吧？你要躺这边，手就不要放上来，好吧？夏库拉斯到处都是亚蒙的虫群，我们勉强守住了卡勒麦卓的西南区，情况岌岌可危，我们得把同胞撤离出去。这骚，但是不可以，发射台被虫族感染了。需要地面部队才能清除，等发射台进空了，我们的船舰才能从月船洲际站安全撤离。大组长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会夺回发射台，解救你的同胞。哎，我的黑暗圣堂武士可以协助你作战，他们能隐藏身形，从暗影中袭击敌人。
喂，好了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？好了。很无赖。贾凯尼斯，你的附近出现了能量裂隙，是虚空破坏兽。天哪，他在攻击列船中继站。战士们，在他摧毁中继站之前杀掉他。仇哥是谁啊？不是齐心奋战的。我的好奇心被挑起。尤莉养猫，他是不是养猫啊？尤莉是不是养猫了？杀死破坏兽了。他最近养的吗？但我怎么从来没听过他有养猫？是没有用的。没音乐吗？干，你是不是耳包啊？我不过是个火。你需要我们的服务吗？我的好奇心被挑起了。我。这几个储存所里面有供应塔勒麦卓动力的太阳素。大主教，你可以拿走它们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从阴影中到来，很无赖。我沐浴在尘世之中，你虚空优等之物，我的好奇心被挑起，我不过是个幻象。加强我们的防御，虫族打算攻击我们的星河，在能量地场内。Cat Two。丑女大将，他真的有养猫，没嘴炮是吧？干真假的，我都不知道。今天养的。我的好奇心被挑起了。纳斯贝鲁乌纳达。没错，完成额外目标能让我强化雅顿之矛的动力。城里还有两座储存所。升级完成。小心。包括爬行虫和监察王虫能察觉黑暗圣堂武士，先除掉他们。我是幻想，你是看我沐浴在尘世，你想做什么？第二只破坏兽，中继站遭到攻击了。你需要我的服务吗？在哪儿？你想要我们做什么？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是尼拉心魔之源。发射台。纳斯贝，你需要我们的服务吗？贾库，我从阴影中到来，很快。风巨只是一种幻觉。
阿拉夫的一下有一段你不到，有一段你不到耶，哇！你要怎样？少哪一段？我方的守军塔遭到攻击，我从你不到。你想要我们做什么？黑暗盘旋着。我沐浴在晨曦之中。Tattoo， 黑暗盘旋着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我从阴影中走。你想要做什么？大组长，我们进攻第一座发射台了，继续撤离。我走在暗影的道路上，我会遵从。先把烧掉比较快。对啊，黎拉西姆运输船。黑暗盘旋着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回来了，你是鬼友的之美。我就硬干就好。在晨曦之中，看。升级完成。我方的水晶塔遭到攻击。哎呦，你需要更多。你把我从阴影中到斩杀敌人，夺回了第二座发射台。做得好，有半处的发射台开始撤离船舰了。我不必在沉浸在暗影的道路上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他这个绿绿的、啊、也会让人家显形。一代啦，我不知道二代会不会。
想要我们做什么？他有个额外在哪？黑暗盘旋。吊船中继站不可被摧毁。敌人。Jakku. Oh.需要我吗？大主教，我们正在回收最后一批太阳素，部队归来之前，太阳炉应该就能升级完毕。我沐浴在晨曦。哎，二代的被涂绿绿的，好像不会显形。还说其实一代也不会啊，那我有点忘了。我记得一代会啊。那我刚刚一副没有显形的样子，奇怪。那斯贝鲁乌纳达，我沐浴在这里。我回来了，你需要我？飞过去就结束哦。发射台都夺回来了，大队长，你可以完成撤离行动了。亚坦尼斯，您拯救了我的族人，我们会铭记在心。残酷啊啊！但是因为我玩起来，你觉得不像残酷哦。不过这关真是偏简单，那引刀太强了。希望我们再次见面，是你宣布收复艾尔的时候。收复艾尔，我也是。然而，圣康武士失败了。那这威胁比我想的严重。夏普拉斯绝不能遭遇同样的命运。太迟了，亚蒙的虫群如洪水一般从空间之门涌来。哟，哇，还是无限的是吧？而且正在接近利祖尔圣殿。这个星球已经完了，感染这么严重，只能摧毁。轰炸比较强啊，轰炸比射线强。沙库拉斯，我不允许这种事。射线最多打600。早在这里收容你们之前，夏库拉斯一直都是我们同胞的家园。我不会让这里成为亚蒙大军的巢穴。星球可以灭亡，但重要的是，我们绝不屈服。哇，这个弗拉森的卡拉也是长在脸上。沙库拉斯。哈艾尔，亚坦尼斯，我们漂泊四方，我们真正的家园一直都是艾尔，我们携手收复他吧。瑞泽格尔协助创造了这里，也只有他的女儿有资格决定这里的命运。开始准备吧。大主教，我启动了新的传送。卡拉长脸上，你可以立刻前往太阳炉查看。在所有圣堂武士里面，你坚信我们两族能团结共存，从未动摇，我很敬佩这一点。听你这么说有一点讽刺，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你不愿意接受我所追寻的统一。我跟你在目光议会上常常意见相左，随着日子过去，我看到我的同胞放下过去，我看着宝贵的传统逐渐式微。你想保留你们的传统？我是尼拉辛姆，我是黑暗圣堂武士，我深深以我的同胞为荣。但你也是神族，这层联系更加深远。
秘密议会当初流放我们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想。你们拥有艾尔，但是我们拥有的只有属于我们的文化。哦，我们跟尼拉辛姆结盟了。神族的改变出乎我预料之外。看一下，我先拿我引刀吧。现在有逆宗战士供你调度。他可以使用暗影之怒，他超级强哦，知道吗？死亡后会复活，还真是弗拉森哎，死亡后复活，但我觉得这个比较强，这个叉叉叉叉比较强。那个很强哦，那个抓抓抓超级强哦，香炉。香尾工匠，你对星耀石有什么新发现？我只发现，我的能力或许还不足以揭开它的奥秘。说清楚点。就像人类拿到我们的构筑矩阵，他们的科学家有办法了解其中的工程原理吗？我眼前的任务就如同这个比喻。萨尔纳加远远超出我们所知的一切。凯拉克，继续努力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我们有多一点新的太阳树了，25点了，看一下哦。这种铜吊药船可以让你的 VR 直接传兵，还有 VVS 也可以直接传兵。然后这种自动采瓦师，星河超载，大光炮，到时候那个不是应该打好几亿的吗？就要用这个大光炮。好，先这样。逃生艇回报情况了，全数平安抵达雅顿之锚。就是下一关吗？哦，下一关就是要好几亿那个。真假？让我明天打好不好？下一关就是好几亿那个。好，那我们来换一下。大主教，有很多黑暗圣堂武士自愿去侦察敌军，他们会帮。非常欢迎你，亚坦尼斯。香尾工匠，你对星耀石有什么？就我眼睛。凯拉克，换一下。哎，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破台之后，我明天打这个先打一次，然后。过了以后，对不对？我们破台全部破了之后，我们再回头打这个，我们来挑战极限，看我们到底可以多少亿。好。斥候传来消息，看来亚盟分散军力，想一举攻占新区的数据。好，那我们。今天星海就先到这里啦，大家早点休息吧。我等等应该是不会马上关啦，我会先准备那个 NFF 的东西。对啊，我们可以拼31啊，我跟你讲，我那个成就早就有了，我很猛的。在所有圣堂。给你看我成就。大师成就还有几亿。他不在大师成就吗？22亿，你看22亿，对，我过了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是
我忘记我那时候几亿了，要去查一下 VOD 才知道我那时候到底是几亿。但是我那时候绝对是超过22亿，我那个应该是20几啊，忘记了，要查一下 VOD。打巫妖王是吧？好，好几亿哦。然后我那时候，他你看，而且他这是困难哦，他是困难难度22亿，我是用残酷22亿哦，而且我还超过不少。那时候啦，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办到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先来就先到这吧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，休息。25忘记了，查一下就知道了。看一下他叫什么，孤竹一子，我查一下。孤注一掷，找到了，我来看一下最后几亿好了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27亿，我靠，我好强哦！27.256亿耶，靠，他妈真的是神，真的是神哎！27亿耶，残酷难度27亿有没有？不说了，真的太强，不说了。有没有强不强？超强！不知道这有多强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玩残酷玩一次就知道27有多强。啊，太强太强啊！不嘴炮了，跟神一样，27.256亿。哎，我跟他说什么？听一下。哦，跟神一样，27.256亿。我靠，真的是跟神一样哎。为什么那时候讲话跟他讲话怎么那么像啊？哈哈，没什么变欸。干 VOD 里面讲怎么跟我讲一样，他学我欸。真的欸，好猛喔。啊，不嘴巴。